记忆的隧道，分享对局者的奇思妙想，感受棋局内外的喜怒哀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莹，欢迎您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明星棋局。那么大家会看到啊，今天呢在我们的棋盘上有这样的一束，我想应该叫狗尾巴花哈、啊。那么今天这个狗尾巴花是怎么来的呢？在棋盘前，我想各位棋友呢，可能觉得，哎，怎么今儿弄一点这个挺奇怪的？这谁拿来的呢？这是咱今天的王源老师。王老师，我刚才在说呢，聊天的时候我就在跟王老师说哈，我说拿点这个哈、啊，让我们看到了王老师内心骨子里浪漫的那些东西。对，各位棋友大家好，徐莹是这样，今天我们来录这个节目之前啊、我离开家，然后在我们家那个路边啊，就看见这绿油油的这样的草哈、生机勃勃的，也很漂亮，哎，然后就把它剪下来了，我心里就琢磨着也正好。第一个是看见这个草的时候呢，这个童心顿起。我跟您说，真的是，这都是小孩玩的。我们小时候是拿这个，您看毛茸茸的，这是什么？您知道吗？这是小白兔的耳朵，可以呢，把它最后做成一只小白兔。我想呢，一下会勾起我们很多童年美好的回忆。没错。那么咱们这个像这一类的节目，尤其是做围棋节目啊，因为以前给大家也报告过哈，就是围棋那么精彩，是不是啊？经常我们不能把这个围棋的精彩直观的给大家做报告，是吧？这个我们感到很困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做这样的看上去专业化强一点的、艰深一点的这种围棋技艺类的节目，你能抓一把味精啊，抓一把鸡精，轻松一点，对、是不是会好一点呢？是啊，所以这个也可谓今天刻意为之，也可谓呢这个是随心所欲。那么我要讲一个什么呢？这一把草当中有两种草哈、第一种是这个这样的草，徐云，这个你叫不出名字，像这个什么八爪鱼啊，像什么？对，你叫不出名字，我也叫不出它的学名。但是呢，我小时候我们可是玩这个草，无名草。对，那么我们有名字啊，叫官司草。官司草，看他就打官司吗？官司，对。那么这个怎么玩的呢？以下我就做一个动作啊，凭我的记忆啊。今天看咱们这个节目的50岁以上的，咱们中国西南一片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小时候恐怕都玩过。他怎么玩的？徐英，我给你操作啊，他是这样，先把这个头这个弯过来，然后这样，再把它卷进去。你看这样。哦，打个结。你看我现在很熟练。一看就是小时候玩的比较多。这是一个啊，小时候玩的比较多，这是第二个。然后往人犯坏的话，往人那脖子里弄两下。不是，他这样弄好之后怎么玩呢？小时候是这样的哈、两个都圈好了，你一个我一个，你去找一个，然后怎么弄呢？就是用这个穿到你这里头。所以我在这儿啊，利用咱们天元频道这个机会，要给大家玩一趟，一定要。这是咱们西南地区西南片区的50岁以上的朋友啊，你看这样就穿成一起了，然后我们俩就瞪。谁把谁的瞪下来，谁就赢了。哦，我知道了。我跟您说，这有点像我们北方孩子玩的什么呀？瞪一二三，哎呦，你赢了，我赢了。我们小时候玩什么，您知道吗？那个杨树啊，到了秋天那根儿，它不是硬了吗？对，就看谁找到那个根儿啊，啊，那个结实，然后咱俩就拔树根儿，谁把对方拔断了谁赢。其实跟这有点像，这个呢是瞪，那个是短一点。这个挺有趣的、看来我这个挺硬的。你这挺厉害。然后呢就接着玩啊，又接着玩。如果他赶上有些草啊又比较粗壮，同时很快他就把对手切下来了啊、因为小时候啊看连环图啊，古时候古人的比如三国演义这些，他杀仗啊这些杀来杀去觉得很好玩，这个跟他有一点点相似。还有呢，就这个草啊，我们叫官司草，这个动作，这个游戏就叫打官司，两个小朋友在这就打官司了，是吧？刚才这场官司我赢了。还有你这场官司你赢了，没错。还有这个草长得像什么呢？你看我前几期我就给大家报告过，《三国演义》当中我喜欢周瑜，那么戏台子上周瑜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帽子上边有好多根这个须。不会也叫周瑜草啊。那么这个由此啊，徐英啊、我就在想，现在呢我们的小朋友年轻人80后90后啊00后，他们都不玩这个了，他们都玩电脑了、对啊、他们根本不知道看 DVD 什么猫什么这些动画片儿，对，这个喜羊羊和灰太狼全是这个，这个叫时代变迁，是不是啊？时过境迁，全部都变了。
这个也给人，哎呀，看见这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有一点点小小的感慨，是吧？时代进步了。是。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个当然徐你刚才说了，狗尾巴草，我们说狗尾巴草，是吧？这个你叫狗尾巴草的，这是不是叫狗尾巴草？我刚才对，这是不是叫？我很困惑。但是我们小时候是叫狗尾巴花儿、狗尾巴草的啊，那就是应该是、就是啊、应该是这样叫。但是这个背后有大学问啊，我看见他想起来，以前我也给大家报告过，就是大概是在一年多以前，我看报纸上，他就写了，科学家就说了，你知道吗？这个狗尾巴花儿是我们现在吃的水稻的祖先。哦，真的？假如那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啊？它就是报上所写的那个狗尾巴草的话，嗯，它是我们水稻的祖先。那我们得对他，他是亿万心怀敬意啊。那是啊，啊，他是亿万年以前啊，嗯，经过不断的遗传变异，遗传变异，这个风一吹，把它的种子吹到别的植物上，嗯、然后又嫁接，不断的这个过程的循环往复，最后变成我们的水稻。嗯，我们的功劳大大的啊，是啊，这个人类的这个进步哈、嗯，人类的存活啊、然后乃至发展这些。嗯，这个狗尾巴花功不可没 啊， 啊，所以别想你还说刚才可以编什么小狗是吧？不是、啊、小白兔的耳朵，耳朵对，长长的耳朵嘛。我们小时候啊，就是这不是男生玩的啊、嗯、就是那女生玩的，她这个手很巧，几个狗尾巴草啊，她编起来像一个狗的样子，哎，不知道他们怎么编的，在这儿我就没法给大家操作了哎，所以呢我一想，哎，今天咱们用这个抓一把味精来聊一聊也挺好啊。嗯，那么由此呢我还想到一个，这个徐莹，那会儿你太小，你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是在80年代末期。那我知道了。80年代末期，什么事儿得看、看什么事儿？对对。当时呢，由于中日围棋擂台赛，嗯，所以我们的聂卫平老师呢，是在国内的舆论上啊，是如日中天。有一段时间，我们说那时候聂老师的那张脸就是身份证，根本他到哪儿不需要再出示身份证了。差不多是。嗯。其中因为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嗯、是吧，不像现在奥运冠军都是一箩一筐了，哎，不过呢，因为大家呢，我想就是奥运冠军他们今天的条件啊、都不一样了、像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咱们尤其是当时的水平比人家日本确实应该说还是差的、对对，差很远，而且没有那么好的信息条件、对，你没有看资料，你都得是像华老师他们说的，都得到新华社去简报，对对，然后这一张棋谱啊、都是大家互相争着，哎，你赶紧看啊，我听说你那会儿就会电脑了啊、哦，我那个是神童，果然没有电脑。总而言之呢，就是聂老那会儿啊，嗯，全中国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是的。但是就是在大概是80年代末期吧。嗯。因为我从小就看报哈、当时《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文章，这个故事其实挺好的，也是咱们看这个节目之前从来没听过的。哦，待会儿我还要给大家讲大家从来没听过的我的家族的故事。那先说人民日报上的故事，先说人民日报，我们一样一样的听。这个人民日报啊，这篇文章呢、应该是在第3版第4版，就是评论类的文章当中，不是这个大消息类、中央精神啊、中央文件这一类的。能上人民日报已经很了不起了。那篇文章我看到了，我记忆犹新、其介我估计别人没有看到，也记不住哈。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一位同志，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两个评，他说啊，为什么我们只注意我们中国社会当时啊只注意一个评而忽略另外一个评，这两个评都是什么评？两个评是谁呢？为什么我们只注意聂卫平而不注意袁隆平？哦，袁隆平水稻专家呀。是啊，当年，哦，难怪王老师刚才拿这个水稻的鼻祖来了。啊，他有些时候啊，一点点线索啊，对于我们这些年龄大的人来说 啊，一点点线索可以勾起你很多回忆和联想啊。那篇文章啊，现在回想起来写得非常好。这个绝不是说我们不该在当年那个年代不该宣传聂卫平老师，这个聂老的贡献是巨大的，这不用说。但是当时这位有识之士他提出这个意见，在《人民日报》上登了，看来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而且呢，也对于这个社会舆论啊，还有老百姓的心情呢，影响不大。可是你想想，80年代那会儿，谁知道袁隆平啊？其实我觉得呀，也许呢，这位有识之士哈、他呢，因为当时聂老确实如日中天的时候，那么也许呢，把聂老师摆在这儿呢，对于大家吸引眼球，就是关注当时另外一个评袁隆平先生，那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人啊，
确实应该说。那个时候你太小了。我觉得被压抑了太久了吧。他虽然我们小，但是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他这种现象，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议论他，因为我们的水准达不到，怎么样拿捏这个尺度？只是说回忆这件事情啊，就那位先生呢，他也没有说宣传聂卫平不对。他只是说我们当务之急难道不应该是水稻吗？难道不应该是吃饭问题吗？对啊，袁隆平同志这么大的贡献，当时已经很大贡献，不像现在，后来那袁隆平现在他的身价都是千亿以上，当然当然，而且他是对世界劳苦大众吃不饱饭的这些同志们的贡献啊，是哎，那么在当时呢他就觉得哎，我们这个反正至少是社会舆论有点问题，但这个话题我们不深入了，我们今天就提到，因为啊这个我确实过去的事情记得多，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是过去的事情记得多，不过那个前几天的事儿记不住。一说到当时的聂老师，确实我挺有感受的，比如说这个王老师，我不知道您小的时候哈，我小的时候我学围棋的时候，我真的连围棋是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但是聂卫平你知道啊？不知道，也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你连围棋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然后去学了围棋了啊？这样啊？后来呢，就进了北京队。那我进北京队的时候也很小，那当时人家一问说你是学什么专业的呀？一说学围棋，有学围棋的，就人没什么反应。可是当聂老师的擂台赛。一下这个影响到全中国以后哈，那再说我下围棋，我就觉得我腰杆都硬的，挺直了，就是确实挺骄傲的，觉得哎呦，我是下围棋的，那还用说吗？我很骄傲，对对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嗯，但是我觉得啊，作为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啊，这些挺有意思。要说一步一步走过来，就像上次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说的，哎呀，给大家抓一把味精哈，聊一聊我这个家族里的事。现在我就开始聊这个，咱们话题一转。这是第二个故事了。他也是，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发展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过去好些事儿有它的意思。那么下面我要讲到的我这个家里边的事，我就上一次我也给大家说明了，我们家里，我们这个家族里并没有大人物，但是由于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工作跟大人物或多或少转弯抹角，有些个例是跟大人物沾上边了啊。我们听听啊，这个就挺有意思。实际上呢，我现在先说一个定语啊，就是说实际上我下面将要讲到的故事，几乎依照这些线索能够写的人就可以写出一个大篇的剧本。您先说说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谁啊？我父母啊，那当然天下最大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我的父母。没有他们就没有您呢。对，虽然我的父母他们现在是故去了啊，那么是这样，那是在解放初期。我父亲呢，他这边他的家庭成分啊，在四川一个西村那边一个农村里啊，他的成分呢应该是填的中农。这个成分也不知道你学你懂不懂？那当然，这个贫下贫农、中农、什么地主什么的，是不是？对，他的成分呢是中农。我妈妈这边呢，她的成分就只能填地主，但实际上是个很小的地主，而且他其中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这个地主，就是我外公他们家里啊，绝对没有金子，就没有金。他们家有土地，有是不是有金是衡量一个地主是不是很阔的，比较阔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呢？你比如买一个戒指来戴上，是吧？但是我外公他们家里戒指都买不起。哦，那是穷地主。对，小地主，对，穷地主。啊，那么这个是两个线索哈。结果呢，当时赶上刚刚解放，土改的时候，在农村里啊，家乡啊，老家里边啊，就对这个地主斗得很厉害，所谓暴风骤雨嘛，斗得很厉害。好，那么哎，这会儿斗得很厉害的时候啊，我母亲还有他们的兄弟姊妹啊，就被要求回老家，不能外出，而且这个斗得又很惨烈啊。哎，这会儿呢，我妈妈要跟我爸爸结婚，就必须出来上重庆，要结婚离开这个老家。我妈呢是在南充，叫做彭溪，也是小地方，很小的地方。就回到老家了嘛，要结婚，但是当地的管土改的这些土改队长，还有这个乡啊、镇啊这些，那当然不同意，你地主的女儿啊，对呀。好，就我妈挺倔的，她就写信，她跟当时她能想到的最大的一个官写信，县长。这个官是谁呢？他的大名叫胡耀邦。哎呦，果然已经开始扯上这个了吧，而且一扯这就不得了。到胡耀邦当时是西南行署的主任，啊，西南行署的主任。
我妈妈就写了这封信，就说我是地主的女儿某某某，家里正在干什么，我要出去跟我男朋友结婚，哎呦，到重庆去结婚，他们不放行，我要请求啊，结果胡耀邦批了。一看在旧社会有这样的一个女子，竟然有这样的胆识。新社会当时已经新社会了。哦，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竟然有这样的胆识，了不起。这个是挺不错的一个故事。嗯，他等于是什么呢？因为我父亲这边是中农，我妈妈那边是小地主。但是这两个家虽然都是农村农民嘛，所以我肯定是农民嘛，就是从农民来的，农民。但是呢，他们这两个家呀，都是这个读书很厉害。读书很厉害，我的曾祖呢是清朝的举人，在四川那个地方是举人，就是读书是可以的，但是钱呢没有多少钱啊。好，结果呢胡耀邦批了四个大字，这四个字呢，因为这封信他是层层转下来嘛，同意成婚，我妈妈要看到这个他才能走啊，是吧，就是准予放行，准予放行，就胡耀邦同志批的是准予放行，就这个信，这个哎呀，要不是这几个字儿，今天我们可就看不到，就没有王老师了。对，这个有很多假设，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作为，这个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的领导者啊，我觉得胡耀邦同志那会儿他这个心胸就已经很开阔了。嗯，你看地主的女儿写了封信，根本名不见经传的一个，是吧？然后他要求要离开，他就同意。这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啊、嗯！而且他这个襟怀非常宽啊！是是是，行了，您这一扯上就把我们给吓一跳啊！对对，立刻把你打懵了吧？哈！对，已经把我们吓一跳了。您再举，这个故事非常好啊！就是主题词是胡耀邦，嗯啊，然后确实是我家里的故事，然后后来就如愿出来结婚，在重庆啊，然后到成都等等，这是一个故事。还有就是，因为我妈妈她这个家不是在南充嘛，他们家里兄弟姊妹比较多，这个其中呢历史上有一个近代史上有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萧逸素。萧逸素，萧逸素这个名字呢，许你倒是真不见得知道，真的不知道，不是不见得，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度呢是国民党的陆军总司令。这个也是很吓人的，还有更吓人的这个头衔啊，更吓人的啊！抗战胜利之后，嗯，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政府投降，嗯，签字代表就是这位萧逸素啊。那么我们跟这位大人物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同乡，一个同乡，还有由于年龄的关系啊。嗯，我大舅跟他认识啊，那么我大舅当然过去他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人哈，嗯。这个跟他认识，后来当然萧逸素就离开家乡了，就出名了，就出去了。好，这个是萧逸素，还有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角色是我三舅。你看我三舅啊，他是这样的，他是志愿军。我三舅啊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那么，但是后来被俘虏了。被俘虏到哪儿去了呢？被俘虏了，然后在交换俘虏的时候，不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吗？近代史上美国佬就做了小动作，他就把一部分俘虏强行送到台湾去了，对，然后一部分回国嘛，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我三舅就这样去了台湾。哦，哎呀，从此就失去了联系了。失去联系了，去了台湾，但是在台湾那么长的时间当中，或者是怎么样啊？左拐一弯，右拐一弯啊，跟萧逸素联系上了。萧逸素这么大的官儿，专门派副官开小车接我三舅，而且三舅是共军的抗美援朝的这个。但是王老师，我觉得一听您这么说哈，我们就看到其实真是伟大的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但是萧逸素不见得要定位于伟大，这个是了不起的人，是了不起的人。的人他这个心胸都特别的开阔，而且很注重乡情。对，萧逸素专门派副官。这个用车接我三舅，那他们到他府上太远，到他府上吃饭。哦，哎呦，到他府上吃饭，那别人都要刮目相看了，嗯，对他一定就马上好很多。这又是一个线索，又是大片的一个线索。对，还有，就是我二舅，大舅、二舅、三舅。我二舅呢是当年他是才子，他读书的时候他是就是中央大学毕业，那么他外语特别好。嗯。后来他是谁的外语英语翻译呢？是陈诚。
哦，哎呦，真不得了。陈诚是曾经是国民党的这个军政部长，高级将领，然后是缅甸远征军，他是总司令，后来又是台湾省主席等等啊。那会儿啊，他的英文秘书就是我二舅。哦，那您二舅也跟着去台湾了吗？嗯、他年轻，他不，后来他没去。后来确实因为某种原因，因为现在是这样，就这历史故事，徐英是这样啊。我的上一辈，我涉及到的这几位，我的上一辈亲戚哈、他们都故去了。那么在他们那个年代当中啊，跟我们说是不可能详细说的，就只是顶多有的时候喝了酒，话题到了，把这个标题点出来。到后来我们长大了，像现在我们可以谈论这些事情，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时候，人家走了，在那会儿哪能谈论这些啊，我们怎么能谈论这些事情啊。那么现在嘛，当然就更宽松了嘛。那么我二舅呢，他读书很好，他是就是中央大学毕业，他的校长是蒋介石。这个名头怎么样？蒋介石都是如雷贯耳。对，给他们训话嘛，给他们训话，比方说开学典礼啊这些，他蒋公是要去的。他是陈诚的英文秘书，不仅仅是这样，还其中有一个故事也是很好的，就是写大片非常好。就是那会儿在重庆啊，军统对于共产党的这个追捕是很厉害的嘛。是。我二舅他们学这个中央大学的一个同学，虽然是国民党大学的这个学生啊，他是共产党，这个同学是共产党。打入。不是，他就在重庆被追得到处跑。万般无奈啊，这个辗转找到您二舅了，找到二舅了，找到这个同学了，就说你帮我躲一躲。哦，这个危险也来了。哎，危险也来了。结果呢，就找着了。他怎么办呢？结果我二舅跟陈诚报告，就说啊，我有个同学来看我，能不能？因为他是住在陈诚这个官邸里边嘛，能不能在您的官邸里啊？他老同学来看我嘛。结果陈诚怎么说呢？因为陈诚啊，我们从这个近代史的资料可以看出，是非常聪明、非常智慧、很能干一个人哈。其实已经猜出个八九分了，就不知道他猜出没有。他只是这样说：既然是你的同学，就让他多住几天。哦，哎呦，啊，就让他多住几天。后来就多住了几天，然后呢，脚下抹油，呲溜了，啊，溜了。故事还没完呢，溜了之后呢？啊，后来时间就一页一页翻过去啊，然后到文革的时候，实际上我二舅在重庆被冲击得非常厉害啊，没工作了都，这是可以想象的嘛，当然，是不是？你这个出身，你这个经历，结果这位当年他搭救的共产党的出来说话了，到重庆去看他。他这时候已经是了不起的人了吗？哎，应该是，但是他姓甚名谁我现在说不上来，因为二舅已经故去了，走了。当然要感恩，这是真实的故事，否则的话他可能就到不了今天了。对，那个时候。这个故事挺好吧？是不是啊？是，还有啊，我这魏京还有就是我大伯，就是我父亲的哥哥。刚才是说您母亲的啊，对那一支的，对、现在是父亲这一支的。父亲这一支，哎，我大伯刚才不是给大家也报告了，我的曾祖他是举人。举人，这个大伯他这个读书呢，就是太好了啊，他是革命烈士，我这个大伯啊，我大伯现在在白公馆里还有他的照片。就重庆这个白公馆啊，中国白公馆渣滓洞吗？啊，对啊，对。还有他的照片，还有他的遗物。那么他当然那会儿学习这些都很好，读书都很好啊。他是书法家，可以这样讲，书法家、诗人，同时是民主人士，爱国的民主人士，后来是革命者，算成这样啊。这个现在，我觉得现在可能在重庆还有一些。老字号这些匾是我大伯提的哦，可见他当时的水平，要不然一般人不会找。你想他当时的那种社交活动是像什么张楠啊、郭沫若啊，他们这些是有交往的。那么随便提一个都是大人物。对，这个他呢，他是故事是怎样的呢？就有人评价，后来有人评价他的诗哈，说他的诗词叫上乘。杜苏，说他诗词上乘杜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接了杜甫、苏东坡。杜苏。杜苏啊，上乘杜苏。说他的书法呢叫不苏颜柳啊，不让颜柳。哦。不让颜真卿，不让柳公权。厉害。作为我呢，我当时听见非常高兴啊，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这过了。这恐怕是过，但是起码是对他当时的一个这个极大的认可。是不是？
过了这个，哎，那么他的故事也挺好的啊。这些您的这些长辈，应该从小您都见过吗？没有，那我还没有我呢，差得太远。当烈士这位您肯定是没见过，差得太远。那个舅舅当然见过，大舅、二舅，哎，后来他们从台湾有从台湾回来的，三舅有回来，对，那个是另外的故事。哦，那这些就是确实您家族的这些故事哈，可能还有呢，还没说完。还没说完啊，这个大伯这个故事没说完哈，他是怎么回事呢？他当时为什么被这个军统抓了啊？他从事的事情呢，就是在国民党的军队的中上层统战。这个，因为他当时对蒋介石政府，他去游说他们，对蒋介石政府已经是完全，因为他是有思想的人嘛，就爱国热情嘛。其实他牺牲的时候，他就义的时候才47岁，啊，比我现在还小3岁啊。那么他是什么呢？统战策反，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望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物呢，叫杨杰，这个人物呢是国民党军队当中一个高官，他曾经做过国民党的第一集团军的总参谋长，而且是长江江防的总司令。杨杰，他跟我跟大伯跟他是朋友，那么这个杨杰呢，他原来是蒋介石的亲信，后来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观点啊，就渐行渐远。其中杨杰将军啊，他还有一个名言嘛，他就说国民党要剿灭共产党，在中国土地上，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他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跟全中国的老百姓啊，他根是扎在老百姓里边的。就当时杨杰将军他这种说法啊，他这个言论几乎是公开发表的啊，这个就他们开军事会议啊这些时候说的。他这个说法简直跟我们共产党的说法是一样的，他很客观啊，很客观，是这样的，就是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对对对，就是我们国民政府赢不了，他就有这种感觉。其实他把最根本的原因已经给你找出来了。所以呢，后来杨杰将军他是1949年的时候在香港被暗杀了，这个还是一个谜案，但是应该是国民党特务去把他暗杀了，他当时已经在香港了。那么我大伯就是跟他传呼这些事儿啊，统战啊，策反，他确实是后来起义嘛。然后我大伯还到胡宗南部啊，第一个他们要组织一个武装力量，当时不知道阴差阳错怎么样，这个武装力量居然得到了是顾祝同的批准，就是走关系，顾祝同也是国民党的大官，他因为这个理由正当组织一个武装，他批准了，他们去弄这些枪支啊武器这些，找到胡宗南部去游说去买还是怎么样，同时策反找的这个一个市级军官啊，这些都是朋友嘛，但是这些行踪被发现了，所以他回到重庆之后啊，我大伯是马上被逮了，是被有关方面以宴请的方式，请吃饭，鸿门宴还没去的路上就一下就被抓，被抓就关到这个白宫馆里，关到白宫馆里，而且呢，他是这样，他是革命烈士，所以是在1949年11月27号，就是解放前夕，不是就全部就义嘛。在这个之前呢，还有当地的这个，因为他名望很高，我大伯啊，他名望很高，当地还有一些人来带话，就是你自首，公开发表声明，然后呢，你的可以饶你一条命，哎，饶你，而且还给予你一些奖励啊，比如住房啊什么的。因为如果他要是发表一些言论的话呢，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影响很大。结果他拒绝，确实是很了不起。那么后来就义了，现在还在。我是第一次到重庆去看他，是1976年，就是去看他的这个白公馆去看他，第一次是，后来也有好多次啊。这个是大伯，这些线索啊，就是当然我们现在聊这些呢，我觉得我并没有以非常沉重的心情跟我们大家聊，我还是说啊，我们抓一把味精，回顾历史啊。还有啊，有一个表叔，远方表叔，就是我20来岁已经，已经懂事了嘛哈，都成20岁左右，职业骑手，哎，对，已经成骑手了，到我们家来串门，一看就是农村的，一聊呢，一吃饭啊，一聊哈，闲聊，这位表叔是什么呢？他就是74师的。他就是七十四师的，74师的师长，你知道是谁吗？张林甫，就是我们那电影《红日》。红日就最著名的一仗。是，知道。那么那一仗，他说到两个线索，我一听确实是真的，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农民了，他就是被共军俘虏之后啊，后来就返乡务农了嘛哈。优待俘虏嘛，返乡务农。给一块大洋。对，回去吧。对，回去吧。他说当时啊，我们74师啊，
就是行军太快，有车的车跑得快，然后没有车的就跟着跑，这个也就记得这个行军特快。因为张灵甫非常骄傲，他就认为啊，陈毅、粟裕部啊，这个你们打不过我，我是全副美式装备，你们怎么打得过我？他就孤军深入，吸引共军主力。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太著名的一个战例了。这是第一个线索，他说行军太快，和友邻部队完全脱节呀。第二一个，后来被围住的时候，他说被共军围住的时候啊，飞机空投，他没明白入界已缓呢、啊。这是围棋，你看围棋十绝当中的，对，早就说了古人。他说这个叫做飞机啊空投，确实是空投的物资，风稍微一吹就到共军阵地上去了。他们哪想到这个？国军啊，他空投了半天物资，不知道是跟共军的还是国军的。他就讲这两条。但是后来他老人家当然做一个农民，后来活得也很好，但是这段历史我觉得也是，哎呦，一下觉得跟这个红日近了啊。因为当时看红日，你看徐英，我们说电影啊，将来有机会可以给大家聊电影。红日我小时候看的，那会儿你看红日这些电影很好啊，包括他演员的名字，我说出来，如果我们的棋友当中有电影迷的话，我说出这几位的名字，你看我居然那么多年这些电影演员的名字我记得，对对对，非常好。对，过去这些老艺术家确实非常了不起，塑造的这些人物让王老师今天还记忆犹新呢。但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您这种记忆，可能还跟您就是确实像您说的，哎，我家族的很多东西呢是和这个或多或少是沾上边的，那可能就您就觉得觉得是不是感情选择性也不一样了，也可能吧，选择性记忆也有可能，这个说不清楚啊。那么行，总的来说吧，这些事情我觉得它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啊，在我的记忆当中，对我来说呢，虽然我可以说俱往矣啊，俱往矣，毛主席的诗词是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么我只是说俱往矣，但是一回忆起来，这就确实是我的财富啊，很舒服。不过我觉得今天也是哈，这个王老师，您能把您的这个就是家族的很多故事，包括您个人的很多故事和大家分享，其实我觉得呢，这不仅仅是分享您的故事，我觉得其实里边还有很多的内容，包括很多的故事呢，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种见识。因为好多东西能够引起共鸣，当然需要年龄大一点了啊。你比如说90后、00后听见这些，你说陈诚是谁，他不知道的啊。萧逸素是谁，接受了日本投降的，他不知道，这些就另说。但是我们这个话题呢，我就像刚才我给大家报告的一样，我呢只是从前辈这个只言片语当中知道的一个标题性的东西，详细的东西没有办法那个。所以对于我来说呢，就是一想到这些事情呢，偶尔思路转到的时候，我就是想象，对我来说是想象而不是回忆，就是想象啊。他说到的这个，哦对，当年啊，比方说我偶尔就掩护过一个人，然后后来这个人还报答他，然后再想象他们当时是怎么回事。不，我觉得这是一个家族的一个骄傲，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事儿。那个时候有人下围棋吗？您的家族里？对对对，我们这话题应该切换到围棋上了啊。那么围棋没有。没有，确实我后来是从您哥哥才开始有人下围棋。我哥哥他学围棋呢，也就是像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狗尾巴花一样，他为什么转换成水稻呢，他是不断的遗传变异，不断的遗传变异。我哥哥呢也不是从家庭这个遗传变异当中得到的什么指示他会下围棋，他也是在外头，他也在外头，外头的一个狗尾巴花的一个种子吹到他这儿来了，他就会下围棋发芽了，然后他到我这儿了，就是这样的。不过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话题哈，因为常常我们会说到呢，就是说围棋和这个和很多关和很多东西都是有关系的，和军事、和文化、和历史、和什么什么什么，比如像咱们共产党的咱们这个高官里边那么多爱围棋的，他们当时一说下起围棋了，好像都是说到可能跟对他们的这种打仗啊、排兵部署啊，好像还真的是有某些帮助，也说不定是不是？也许是，但是因为我觉得围棋它整个说来是文化嘛，就是围棋、棋盘、棋子以及招法是一个内核，但是这个内核它的外延都是文化的。正如我们看见太阳，它比如说是发热发光的物质，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太阳，它外边一定有厚厚的一层，这一层光芒几千公里、上万公里，比方说是水雾啊什么的，我们在多少光年以外才可以看到太阳是那个样子，它有内核也有外延，围棋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是文化，它外延出来一定是文化，
是的，是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说围棋是包罗万象。你说它跟什么有关系，我几乎都可以给你举得出例子来。嗯。啊，各方面，你看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音乐、韵律、绘画。什么都有关系，什么都有啊，真的什么都有，这一点都不夸张啊，甚至跟体育，体育它现在本身就是体育，为什么你活动了这个脑细胞啊？不光是这个呀，脑细胞对能量的消耗，对人体的磨练。世界的智力运动会、亚运会今年，王老师，今年是在中国，在广州，你要参加吗？哎呀，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连选拔的资格都没有了。那其实，我们很多年前一直盼望着说围棋能够进入这个世界。这个运动的大家庭哈，那当然如果能进奥运会就最了不起了，对，能进足球世界杯就更好。可是呢，足球也是黑白的嘛。可是咱们今天围棋能够进入亚运会，真是一挺了不起的事儿。对，我记得以前呢，比如说像咱们中国的全运会啊，那时候我们都参加过全运会嘛。后来由于围棋不是奥运项目，那就是奥运战略的原因。围棋只能是自己参加自己的比赛了。可是现在呢，我觉得能够加入到这种亚运大家庭，哎，还真的是又是一个挺好的事情。非常好，哎，我觉得寻我们是不是该说说棋了，是吧？是的，是的，太久了。我们讲评书，讲评书这个时间太长了。其实呢，我们从棋上呢，确实也可以一下刚才您说的很多的东西都涵盖在。这个围棋当中，尽在不言中，或者是尽在言中。是，说到这个，有的时候王老师，我觉得从您的话里边，我们能体会出哈，王老师其实对这个吴清源老先生，那真的是崇拜有加呀，顶礼膜拜，顶礼膜拜。对，那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吴老先生，您最最崇拜他的是什么？哎，对，最最崇拜他，完全是一个，因为我就用了一种说法嘛，就是吴先生就是围棋界活着的孔夫子。那么我们各位，这个推崇传统文化的各位啊，你们对孔夫子怎么看？你们那个看法就是我对吴先生的看法。就是这样，只能这样回答。那么吴先生，我觉得。最最怎么样的还是一个变字吧，还是一个变字。就正如我们说围棋，如果只能用一个汉字来说围棋的话，上次我们说了用一个变字，而且这个变呢最好是繁体字，最好是王羲之写出来的。那么如果说吴先生呢也是这样，那么这个变呢就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这四个字。毛主席说的。哎呀，这四个字、实事求是，就也就包罗万象，也涵盖了很多东西。围棋的精神呢，你要说也应该是实事求是，因为我们上次聊就聊到嘛，任何我几乎可以这样讲，任何局部变化，任何定式，当我们把镜头局限在棋盘的四分之一个面积这么大的地方，或者它那个局部的时候来探讨它，都是不对的。它必须跟周围有关系，我们必须要站起来来俯视，它一定有关系，要不然任何结论都是错的。没错，只不过呢，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过去还有过去的观念问题啊，说到定式，哎呀，背定式，那下围棋有的时候师长教这些没有学过，你们这个定式还是要背的。很多人都觉得，如果你不会几个定式，你就跟不会下围棋一样的。对，定式背，但是他没有说背定式的意义在哪里。是，背定式的意义是在于对于这些招法熟练的记忆，就像背乘法九九表一样，九九八十一。三三得八，还得知道这定式是在什么时候用的。我背得对吗？二得五，三三得八。您这是一创新，我觉得挺有创新的。这个定式就走错了吗？我这个定式就走错了吗？是吧？所以它背定式的意义是在这儿，就是你对有些基本招法要记得住，然后千万不要被它固定住。没错。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在围棋盘上，教条主义比你不懂错误还可怕，还可怕。对。那么吴清源大师呢？他也就是他的围棋观就是实事求是，绝对是。如果你读得懂的话，因为我就说到这个读得懂读不懂啊，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你看啊，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施湘夏说的非常非常好，就施湘夏，清代圣人啊，他后来就写他的《义理指挥》啊，写他什么书啊？他说我过去看了好多前人的书，这些大家前人大家。都非常好。那么他这句话叫怎么说的呢？他凭前人的著作哈、前人的围棋著作，他叫义理深隐总难断详，就义理深隐总难断详，然后叫未入世者仍属望洋兴叹。什么意思呢？就是前辈的东西都非常非常好，就像我们看论语一样，知乎者也非常非常好，
但是呢总难把它看得懂，尤其是这些没有入就是说没有入室的，不是说没有入门的、嗯、因为入门还有一个登堂入室的问题、嗯、是不是啊，更就是水平低一点的那些人啊、嗯、扔俗忘扬心叹，你比方你说一个黑棋第一招好或者白棋第二招不好，应该走哪一位，一般就这样说完了啊。过去您不是说古代的棋书其实都是这样的，差不多都是这样，很简单的几个词啊、你这个不好应该走那个，对对对。我们现在啊这个大盘讲解的问题，徐英将来我们也可以专门讨论一下、嗯、各自有什么体会、嗯、你给大家讲了这么多棋这么多年、嗯、你贡献这么大是不是啊，我也讲了这么多年我贡献也很大那么都有什么体会、嗯、其中一个就是他说这个未入世者仍属汪洋心叹，望洋兴叹就是看着还是不懂，你光说这个好那个不好，是你徐英往这一讲你说这个棋不好应该走那个，哎，人家一看徐英来了大家很喜欢你，哎，好好就满意了，他就没有深究了，为什么好他也许就不深究了，有些人是浅尝辄止点到为止啊。但是诗向下看来就是他对于大家仍属望洋兴叹他很着急，所以他后来写义理指挥的时候要清楚的多了，他就想他主观上就想比前人说得更清楚一点，怎么样让后人对避免发生他的这种困惑。那么诗向下前辈啊、近300年前吧他是这样想的，实际上徐英你我现在也是这样想的，生怕大家不明白啊，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呢也可能大家还是不明白这个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嗯、你确实很难照顾到所有所有的人、嗯、有些人呢如果特别特别初级甚至于他把吃完还不知道跑的时候、嗯、那你要讲到这个那个水平高的人就你这种题也要讲吗，有的时候呢这个尺度的把握呢还真的是有一点难度另外有的时候还有就是你表达的是否清晰、嗯、没错没错，不一定啊，你讲得很明白的 你自己侃侃而谈口沫四溅人家是不是明白了，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该棋子接触棋盘了啊那么徐英说的对，既然是这样呢、嗯、我们就来看一盘吴清源大师的棋啊，从棋上我们来对他有对这个慢慢了解哈。这个棋呢有几个标题性的线索呢，我给大家简单先提到一下，要提到一下，我们不然待会儿一看黑子白子一棋盘还是一头雾水啊。就是这是1952年下的一盘棋，第一，第二是吴清源和藤泽库之助十番棋的第七局。藤泽库之助也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对，这个一个藤泽库之助当时九段、嗯、吴清源先生当时九段1952年、嗯、就是说当时全世界唯一的两位九段的对决哦，所以当时在日本我们知道日本的围棋文化的基础和它的渲染、嗯、氛围这都很好啊，当时读卖新闻是用了报纸的一整版，这个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事儿。对，读卖新闻现在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嘛，当时也已经影响很大了嘛、嗯、一整版没有登丰田汽车的广告啊不可见那个时候没有登索尼的广告，当时在老百姓心目当中是确实有一个很高的位置的，对，它是一整版来宣传这个围棋啊。当然我们知道，哎呦，你说十番棋吴清源跟这个藤泽库之助谁赢了，不用问了，吴清源十番棋之王，只要一提十番棋肯定是吴清源赢了把所有人都踢下去了那会儿、那么还有呢，这盘棋啊从筹划到实施经历了2年，这2年谈判主要围绕什么在谈呢，就是对局使用的时间哦。那么藤泽鹏哉先生呢就坚持，因为他之前啊已经给吴先生下过什么六番棋这些啊，因为都彼此了解啊，不行，我一定要每方13个小时，时间短了他不行，对，吴清源说不行、哦、不行太长了，最多10小时啊、哦、吴清源下这些十番棋有的时候啊4个小时就用完了，就下完了，人家已经13个小时读秒了。然后就是关于这个时间啊，两位大腕和他们后边的支持者还有这个主办者啊、真的就这么来回协调2年、哦、最后定下来了，今天我不会说这效率有点太低了最后时间终于定下来了、嗯、每方13个小时，那最后还是库之助，只有吴清源库之助前辈对这个赢了妥协。嗯，你看有这些线索多好。还有一个线索就是这盘棋是吴清源后来自评的时候啊，他说是他自己觉得最满意比较满意的一盘啊，比较满意，相对说来、嗯、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这种满意、啊、而且我想可能是就是说双方都要下的比较好、哎、有的时候如果人家对方要是溃不成军不行，溃不成，对对对，你会觉得这不是对手。 嗯好，我们看看哈。好的，这个棋呢就是请大家看棋盘，黑棋呢是藤泽库之助啊，啊，这藤泽库之助呢他也是白棋是吴清源，和这个和藤泽秀行是有某种啊，
对，这个藤泽富之助呢，就是后来的藤泽鹏哉。就是后来的藤泽鹏哉，他跟藤泽秀行先生呢是有亲戚关系的，他们俩年龄几乎一样大，但是藤泽秀行是他的舅舅，辈分高大。看来他们这个家族是有维系，但是他这个棋他当然出名就比藤泽秀行早多了嘛。哦，他是对角，对角小目，他比藤泽秀行还大一点。啊，这个续盘招法我们都不用说了哈，这个比较简单，大家容易懂。这个大飞挂角，1952年那会儿，吴清源先生就下了。后来直到，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00年代，吴清源先生也是偶尔说过，就是挂角，一般来说大飞挂好一点。就是说这样他呢，就是可选择性比较宽，与人方便、哦、自己方便。就我来挂的时候，这个地方一定是你的人场要厉害一点。我发现吴清源老先生真是把他对这个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太厉害，全部用到棋盘上去哈。吴大师绝对是没得说啊。好，这个是不是我们要议论要学习的重点？那么我们的重点接下来往下推进，黑棋下一道挂，这个我们大家也明白。当时二间高家是比较流行了，已经是吗？当时比较流行也是因为吴清源的这个实践。实际上在他下二间高家之前呢，过去日本的传统下法都是二间低家或者三间低家。后来呢，由于吴清源老下，人家当然就跟着下哈。高手下的一般都很容易被别人模仿。但是你想，这是50年代，后来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二间高家满天飞的时候，其实吴先生又提出了，为什么你们总下二间高家，二间低家为什么你们就不下了？所以他老人家这个思想是活的，真的是活的。当大家一窝蜂跟着潮流走的时候，他又冷静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棋手就是所谓的天才，我觉得就不一样，就是他的思想永远是走在前面的。对对，他那个水啊，绿水青山，那个水是活的。对，就是说你们一拥而上的时候他又变了。我就在想啊，现在实际上我们也有这个问题。你比方说某一位顶尖棋手，他下了一个特殊的下法，大家一拥而上就跟着下，但实际上呢，这个领头者他，因为他为什么领头呢？一定是因为他了不起嘛，他活嘛，所以他已经转舵了，他都不下了，这边一帮人还在下，就包括过去的李成浩流，以及最近的李世石流。我想可能比如说跟的人吧，第一他的嗅觉没有那么不一定吧， 也不能这么说，或者说他还没有弄明白，不能这么说，他也许他的动机是说我想把它研究透了啊、哦，还没弄清楚呢，所以还得是。作为我们旁观者来说啊，就是看见，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啊，大概是在10年之内吧，好多年以前，我也是间接的表达了我的自己这种困惑或者说不满啊。我说为什么李昌浩下了这个东西，你们就那么乐此不疲的跟着下？觉得看腻了啊！我说我，当然我过去围棋没下出来，但是我过去确实也是有逆反心理的，就是你们只要你们下的我就不下，当然我的棋力不够，就凡是流行的大家都愿意下的我就已经不愿意了。所以后来呢，我也算能够理解李世石。那么我跟李世石就下了一个定语，当时我就说，李世石就大凡看见人家下过的东西，任何东西只要你下过他就不下，这是夸张的一个说法，就逆反心理很盛啊，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创作欲望很强啊。这个不说了啊，我们看棋。那么这个二间高家呢，过去不能说是吴清源开发的，但是确实他由于他的使用，所以这个印象啊，就有这个印象，好像是确实是打上了吴清源先生的印记。好，接着我们看下一条，接着挂，继续又来了一个二间高家。如果要按现在从结构上来说，似乎觉得当然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徐英这也是可以的哈。我们接着看下一招棋，黑棋脱。哦，这个要现在恐怕下的比较少。现在少，为什么少呢？就是跟吴清源有关。那么简单，这个也不能说得太拖沓，因为这盘棋以后还有很精彩的东西。简单说来是什么呢？在日本过去啊，比方20年代、30年代，甚至是10年代，那会儿呢，他都一定是脱完了白棋是退的。那这样黑棋能立下去还是？黑棋能立下去，徐英。但是虽然黑棋，你就什么来说你满意呢？你是说我想把它做活，你是满意。但是我另外给你提一个问题，当你看这四个棋子团成一团的时候，我们用生活常识来判断，你说它的效率会高吗？
人家的四个棋子是周围活的，活的，云南在里头团成一团活，嗯，没有发展了，哎，嗯，所以呢，只能说这个定型就做活而言，黑棋是可以满意的，嗯，但尽管如此，他作为一个定型啊，当时思维定式，吴清源也把这个思维定式给他打破了。吴清源说：“谁说我一定要退？”他就非要拍这个，哦、他吴清源当时拍出这个，我相信第一盘棋他下出这个拍的时候，大家大吃一惊，嗯、说棋怎么能这么下呢？黑棋之所以拖完了再虎，就是不怕你叫吃，你怎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那个时候让他们大吃一惊的吴清源的招太多了。不仅是那会儿啊，一直到60年、70年之后啊，现在吴清源先生仍然是这样。他有的时候提出一个下法啊，仍然对我们有革命性的启发。真的，下次我们以后有机会啊，接着慢慢的聊吴清源，这非常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所以可能他的这个了不起哈，不仅仅是引起，而是说他的一种思想的一个前进，一个发展。就是因为他确实体会到了哈，我这样解释也不知道对不对，体会到围棋就是变的，嗯，没有一成不变的，同时有些时候又要不变的，嗯，又要不变的，他深刻认识到围棋是流动的这个一池水啊，清水啊。那么他才能够这样，而不像我们有些高手啊，实际上是相对固定的，他就认为，嗯，这个棋只能这样下，嗯，或者是我下的就是对的，嗯，这一类的，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境界，你一比就知道，是不是？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吴清源先生年轻那会儿下出这个，对，当时大家就颇不能接受，但是他呢，小伙子啊，那会儿啊，就坚持下来下去啊，一来二去啊，嘿。日本这个高手说：“哎，这个行啊，这个是著名的梅花行，脚上。”过去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被这么一打，你一接梅花行是个迂行。哎，对。从这点上，他不能接受。对他教条了。实际上要说迂行啊，它是怎么呢？我觉得徐英他是这样，梅花五这个形状，嗯，是迂行。但是如果它是提掉你一个子接上的，不是迂行。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梅花五呢，它是有目数，同时给对方制造出好多断点的梅花五。对，高效的梅花五，这是。当然，这个不能说白棋就有多么多么好，但是我觉得至少不差。另外第二个，至少他在当时提供了另外一个途径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吧。他是虎了一个，当然现在我们也会看到很多棋手呢在外面点，让他黑棋也变成鱼形。对，他根据周围的情况、嗯、现在呢吴清源倒是强调了这招棋必下，嗯，下完了自己后透了，然后外边呢黑棋还不是很好，是。那么彭斋也很这个又来了一个库之作也很有幽默感，就可以想象这个石盘棋很较劲嘛，是。就你这个吴清源流，你以为你好是吧？我认为你不好，那么我们就在这儿这样定型，嗯，你认为你好，我认为你没有那么好，我就较劲，照原样再来一份，我这张再来、嗯、而且尤其是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哈、对，你看这吴先生嘣一嘴巴又抡上去了，这就是其实较上劲了，已经谁也不服谁了。其实按理说呢，这道棋你现在退已经没有任何不满了，因为这点很宽大。但是他想告诉你，我就那样的话，我就这样啊，你也对，你也占不到任何便宜，而且我要用实战来告诉你。这个行，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有开始看了我们几期节目的啊。也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连续剧啊，嗯，因为你说到这个爱谁谁，这是北京话，对，还有上次我们说到的不言语，不言语，不言语，你这会儿如果大家刚看到我一说这个不言语，你肯定莫名其妙，但如果你看了以前的节目，你就会会心一笑，对，这是北京话不言语。好，我们什么都不言语。可以看到，从棋盘上可以看到，就是棋手呢，包括吴老先生哈，你从面上确实看他温文尔雅的，很儒雅，仙风道骨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完全是一团火，是啊、冬天里的一把火。从这招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他现在也是这样。嗯、他因为他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想，他体内这个能量，充足啊，热情是不断的，是。所以这艺术家一定都是这样的，而且是不妥协的。哎，你想一个艺术家，要是他又没有什么思想，又一天到晚很懒，很怎么样，没有激情，那怎么可能创造出艺术品呢？而且人家说了，艺术家都是天马行空的，每天好像都会有超越常人的一些不同寻常的。头发留得很长，胡子留得很长，但是这个当中呢，艺术家我觉得又有另外一个话题啊，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就像
像我们说的球迷，有真球迷，有伪球迷。好了，我们看棋吧啊。这个吴先生有这个是较劲的一种下法。黑棋叫吃，白棋提掉，提了，黑棋又叫吃，一样的。这回他没有，他从那儿叫吃的，王老师。就是这叫吃，接上，没错。哦哦，对，没错，就这样，然后再虎住，是吧？对，虎这个。哎。这会儿呢我们看看31白棋32猜二。这回啊大家看到白棋变了，它变哪儿呢？刚才那手棋是虎了一个，这手棋呢它暂时没虎，哎，它先走这个，我们接着看吧。这个布局33，这个太大了，黑棋当然也很大，是吧？然后白棋非常厚实的拍起来，让黑棋补。请注意啊，这招棋它是让你去补，我们要体会这个味道。为什么？就是啊，我们经常想的，对方有缺点我就盯住不放，你踩了我脚一下你一定要给我道歉，然后呢你这行，对不起，你这个态度不好我就急，我要踩你一下，我还不敢。然后你说我都道过歉了，你的道歉态度不好，然后你就打起来了，是不是啊？两个人打，最后上法庭了，浪费了法律资源啊。那么我这个是夸张一些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看吴清源大师的棋啊，常常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有些棋你觉得是要咔嚓必须要断，是可忍孰不可忍，结果你发现人家吴大师是这个宽袍大袖一扇呼就说你走吧，你想怎么样都可以，都可以、你强任你强，但实际上的主动权永远是握在他手里，就是我想让你连上就连上，我想让你怎么样怎么样。对，我们接着看，因为待会儿我再来给大家归纳一下。好，叫吃围上，然后呢下边一招棋分头，是不是啊？这边不能让他连成片了，当然这个是大棋，这个你不走，白棋紧紧逼住，这个太窘迫。而且这里边呢，将来如果被围住的话，它里边是一个金龟角的。金龟角，你不能被围，你出头呢，被它两边一尖，你也受不了。是，所以这个是一定的37，然后下一招扳38，黑棋39长，这个要长，跳，这个跳过，这个跳过呢。当然白棋浑然一体，但是并不是特别值得夸耀的一个形状，就是一般般，是吧，徐英？但是有一点，他这跳过之后我们才发现脚上拔了一个花，这个形状它的作用，假如是普通定型应该是这样，但是这样的棋形显然就完整，哗啦啦，它这个虎口啊恰恰可以提供非常强的形状，非常完美，现在没问题啊，你冲挡冲挡叫吃接上什么都没有哈。是，好，真正的精华呢是在以下这一招棋，就这会儿这手棋，我想要理解就是白棋黑棋为了生根。哎，对，就是黑棋这一招棋之后的故事。那么黑棋为了生根，是不是啊？都很好。下边这招棋摆在盘上，当时日本棋界就哗然，就没明白，是吗？就没明白。然后最后只能这样说，哦，这就是吴清源。哦，他就只能是啊，我们来看这手棋啊。这就是吴清源，就是往这儿。对，我们看棋盘啊，就这招棋。王老师，我想呢，不光是在当时的日本棋界看到这手棋哗然，不明白，也许我们今天的棋友们看到这个也没明白，没错。因为如果这边是你很大的一个势的时候，你是说我在张我的势，可是那边你不知道他在张什么呀？对，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招棋啊，简直是，而且是你想，1952年，那吴清源现在还很年轻，就他那会儿达到的境界啊，那简直是围棋境界，我觉得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啊。首先是自由自我，其次呢是就是最大限度的了解了围棋的棋中三昧，这个也跟他当时就是说从小啊，在他很小的时候和咱们中国的这些老棋手学习，深受中国古代围棋的影响，是不是还是有关系？那当然，一定是有关系，肯定是中国文化熏陶的结果嘛。对，这还用说吗？他的力量就比一般的日本的棋手要说力量大，他力量大得不得了。你看过去日本棋界对他的评价是什么？行棋过分啊，薄吃厚啊。你怎么这个小吴啊，你这个棋你还要吃我啊，是不是？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那种力量大吧，就说明他力量大吧。对，但是一和平起来的时候，你看，请大家看棋盘，我们都知道超大飞的时候，他超大飞这个形状，它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你打得低他给你盖住，你打得高我就渡过去，我就渡过。那么反过来说，超大飞要使这个超大飞的作用贬值，白棋下一招几乎恐怕好多高手一看只此一手，主渡，是不是？对对对，是不是啊？我们现在如果你不用心去想的话，你也很容易想到这个或者这个。对，我想可能很多棋手会选择这个的，因为我如果一旦阻度了，我将来还有打入你的啊，对啊，而且还有攻击你的可能性。攻击你，我这些给你套完了之后，我还要搜刮你，是不是啊？对。那么你在这个局部的得失上，你就纠缠不清。那么你就反过来说，哦，吴清源先生讲究大局，他是怎么
一个汉字叫维寻，维这就维护的维。我们知道你比如平面叫一维也许哈、然后还有四维空间非常抽象的五维。最近呢我发现有个词儿挺有意思，它叫维度。维度角度的度，哎，新发明的一个词儿，就是这个维啊，维护的维。哦，维护的维，维持的维。这是你的维度的多少？哦，你比如酒精53度，这个酒茅台酒味道不错吧？是吧？你47度的要也有另外一种味道。你20度的，你比如啤酒只有几度的啊？它用这个度来表示这个维的数量的变化。吴先生他这个维啊，反正是在我们所知道的咱们的这个度上边再加几度，我们看到一维两维，他已经看到五维六维七维八维，甚至于真的这个绝对不是吹捧。是啊，年轻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呢他是不一样。你看啊，哦，那您说他这个看到几维了呢？对，徐英刚才第一感是对的，徐英随你的棋厉害嘛，你又是女子名人过去又是世界冠军，是确实过去的事了已经、啊、就是说你想维，徐英就发现这个地方不大呀，他已经定型了，恨不得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棋理，恨不得是让黑棋在这一线无休止的下棋，白棋才高兴。是啊，是不是啊？如果我这颗子跑得很好的话，那你这不岂不是你价值不高吗？对对，因为我活了是铁，活了是铁，这个地方空，你给我破了是官子，而且你要花很多手，也许我这三手棋在其他地方的价值更大。对，所以呢，我们又只看见一面，因此我想起，是不是上次我们做节目说到啊，就是清朝的时候两位棋手之间的议论，其中一位对另外一位说，就是均等于弈只一面，你们啊下围棋只有一面啊，是平面的，鱼上有两局，我已经看到是立体的了啊，我呢还有点立体感，鱼上有两局啊，若是西平先生范西平啊，若是范西平的则四面受敌也啊、他实际上想说的也是一个维度的关系，哎、也是一个维度的关系。当我们说一个棋手他强的时候啊，其实你平面的描述他大局观好，力量强，官子收得好，我觉得已经不切肤了，不够。人家古人这个评的好，就是维度空间不一样，维度、像后来啊，像王立成这评吴庆元先生啊，以及好多高手评吴庆元先生，他就这样说了，哎呀，我这辈子是赶不上的，我觉得吴先生啊他跟我们不在一个空间里，我们想棋的时候不是一个空间啊。王立成是日本，不是一个世纪的人，日本前棋圣，是世界冠军，大味。他在春兰杯的时候赢的马晓春嘛，对呀、也是大味儿。再用说吗？是由衷的说，我跟吴先生不是一个空间，服了。我们所以我们光说什么强调一个棋手什么大局观怎么样啊？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力度是不够的。没错，而且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说下一盘棋他怎么会啊、我下不过你？不一定。但是呢，他指的真的是那种。看到的就是您说的这种思想的东西，维的东西。过去我看到这个论坛上哈，有很多的棋友们老去比，比如说谁和谁比，而且是不同时期，就说吧，聂老师和吴庆元吴大师。对。啊，老是拿他们这种不同时期的人来进行一些比较，其实真是没有什么可比性。这个这当然就是一个社会嘛，大千世界什么人都有，挺好的，五彩缤纷。你说到这个评论这个比啊，比如说你我也有人比啊，绝对有的。我就看见过，像我比如有些这个朋友哈、我还是想称他为朋友，虽然他们对我很不客气、就王源这棋太臭了，从小学起来就臭，哪会下棋、而且呢我现在比方他说我现在仅仅是业余三段二段我都敢跟他下，我一听我非常无语啊，当然我希望您的水平很高，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世界就我觉得几乎就应该是这样，比较灿烂了，哎，对对，这个各说各有理哈、是。那么来看呢，徐英刚才你描述就是高手和低手之间的区别哈、我们用普通的话来说，不是说北京话这个普通话，普通的语言来说啊。简单说的比方说就是聂老看见的棋，好多我根本看不见，就是看不见，这个叫视而不见，所以聂老比我高得多嘛。因为咱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就是那个思路跟不上，你跟不上他的思路、然后呢在他眼睛里边看到那些东西吧，甚至于有的时候在我的思维里面是根本没有的，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你只能是去感叹，哎呦，这不愧是聂老师，这果然是不一样、是不一样、这个是有些时候你懂的嘛，还有没懂的呢，对，你想这个像这招棋
他，我们再来琢磨这。到现在我还没明白呢。是啊。而且王老师，我觉得以现在的很多年轻棋手啊，因为现在年轻棋手特别实惠，对，讲求实惠，对，注重实控的把握，那他一定不愿意让你拖过去，一定会想办法可能。走这个要切断。我觉得下这手棋的现在恐怕也找不出几位来。所以吴先生呢，他自己对这盘棋也很满意，包括对这招棋也很满意。那这手棋他怎么评论呢？对，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主度。嗯。你主度的价值在哪儿呢？主要是你把对手切开，主要是要进攻人家。破控嘛。进攻人家主要是进攻。对。其次是破控。对。是不是啊？对。所以你的功效在这儿。嗯。那么我们看他要主度，对黑棋的进攻呢，有一点点意思。嗯。确实有一点点意思啊，比如你走这个，他就走这个，或者是他索性他就刺。俗的，把你这个打入变得弱一点，对，然后就先独善其身嘛，你不是就要跑嘛，是吧？大体上是这样。然后他比如说再跟着走，再跟着走这一类的，那么主度的意思重复一下，一个是进攻，第二个是破控。破控，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啊，徐英，进攻可能按刚才的图来看的话，实际上力度是不太够的，不太够。你理论上不太够，但是正如你刚才说的，如果现在有些年轻高手，或者说有些这个初出茅庐的哈，他不怕，他就最后他就经真的攻着你了，因为他这有个刺。你刚才跳到这儿只有一只铁眼，是吧？这个地方是铁眼，但这个地方它有个刺。他说你另外一只铁眼在哪儿？你另外一只在哪里？是吧？他也可能逐渐形成了进攻，但是接下来有个问题。出现了这种局面之后，它的操作性怎么样？一进攻就你赢吗？没错。所以这个是个问题。那么我们接着看，当吴清源先生下这个的时候，你说对这个扩张不够大，是不是啊？好像不够大，我们不如把接下来他们的下法摆出来，好的，然后再来品味。当然这个把周围的高手都吓一跳啊。那么藤泽库之助九段当然也很高兴啊，这个就只能拖过了。你现在再走这个，你这是再被他度过，那再走这个，我们发现您这个是不是被他被先手便宜了？你那只铁眼都已经不具备了，不铁了吧？人家这儿点你还依然存在，还依然存在，所以这个肯定是度过啊。度过之后，后来发现，哟，这个吴清源九段下的棋怎么是教科书上指出的典型俗手啊？怎么传这个啊？你看接上，接下来还有俗的呢。点一下，这是白棋的权利。接上，但是接下来往这个地方点啊，徐云，这是很难理解，不懂了吧？对，不懂了，然后下一步人家顶住是吧？对，而且关键是。如果我们压在这儿哈，如果对这儿是有动作的话，还有点还能理解。没有动作，你没有动作。接着看看这个，他这儿来掉，这就带来上面的一个问题。上边一个什么问题？因为这儿有一个刺，一靠啊什么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了，白棋为什么要促使黑棋去联络？就跟这个地方要促使他去联络是一个意思。他这个背后这个一个意思的主标题是什么呢？就这儿让你连，这儿让你连，就是您连上的价值有多高。而且是不是我们刚才看到这棋形哈，我就在想，如果你连上，我那个打拔才舒服；你这个地方也是连上，我这才变成先手，要不然我还舍不得下。你顿悟了啊！所以不仅仅要看把对手切开之后我的进攻力怎么样，还要看我让他连上他的价值怎么样。而且我扩大了我这手棋的价值。对，我们再来看啊，你有一点顿悟的意思啊，徐英，你进步了。下一招棋啊，你看年轻的吴清源居然是在这儿跳。对别人没有任何影响，他担心被别人可能是啊，他是防嘛，防这个穿嘛。哎，这个跳就是说啊，徐莹，要是你我来下这个棋啊，老师一看啊，批评有些严厉的老师会说你下的这个不是围棋。没错，啊，这个地方你看人这么多子儿，你就想围吗？但是确实他好像朦朦胧胧，朦胧胧要成一个立体的。啊，我们接着看啊，那么藤泽库之助当然是这个了。那么下一招棋白棋步调极好，因为你扩张自己。的同时限制对方，那么扩张自己这边有条件，所以他先把这个大场占了。等于你如果不走呢，我从这儿过来，你而且我这儿有立体，我这儿刚才很扁的，我们说三线琴棋鼓起来了，但是他实事求是，因变而变，他可能膨胀起来，是不是啊？加上这些先手嘛，你加上这些先手一看，他那个再一跳，待会儿再一啊，你看他这不是撒豆成兵吗？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说是双方消长的一个要点。你这个是必须的，但他这个又占了官子便宜，将来他可以拖进去，可以拖了，可以尖了嘛，最差可以二路尖了嘛，对，然后下一招再一震。这个又是在扩张自己，同时也在削着你。削他啊！好，这样一来呢，当然，要我说，这一看白棋优势啊非常好，但是也还是很难有说服力，是吧？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这一带。当白棋让黑棋连上之后，黑棋很舒服，是不是啊？
那么徐颖，我问你，确实效果很好。我们来算一招棋的价值。嗯，下一招棋白棋点这个，你点现在黑棋只能冲这个，你只能冲啊。对，我就吃这个，你走。然后这时候考验他是虎啊，还是挖吃啊，还是您就这个？但是如果你要虎这个，对不起，我上面先手接。对，您要吃这个呢，我哎呦，这太舒服了。嗯。这个恐怕是，而且它是一个劫财，是一个劫财啊！先手把这个抠掉了、嗯。现在呢，我们就算一下这招棋有多少目。好，哎，首先看看黑棋啊，超大飞拖过之后，在这一线这么多子的地方成了多少目？嗯、那这儿八目，九、十、十一、十二，算到这路十二目。你是不是要扣出这三目呢？啊，扣出三目还剩九目棋。换句话说，刚才让黑棋那么高兴度过的地方只有九目棋，对，是吧？而且你这个飞出来啊，根据情况，你要小心。它直接冲断了，断，嗯，你飞得早呢，它是盖住，嗯，你飞得晚，它直接抡了，是，因为它这已经有一个子了，所以难道你这个地方将来只能这样去走吗？嗯，啊，但是这些啊，我们不深入到这个时候，你还是看不明白。人家吴先生是在飞这个之前就看清楚了，啊，这个地方目有多大呢？当然，黑棋这个走逆收非常非常大。它如果一接上，我们看到刚刚从这儿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目，对，十五目，哎，那么这一点呢，你这十五目变成九目是吧、嗯？那么你已经亏了六目，嗯，六目这个。如果你不想让人家那个形状那个完整的话，你这儿将来。学习这个是我们刚学围棋的时候是大伸腿，而且夸张的说，将来这一代有什么是非了，这一点这还要兼顾，这受不了，这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只能挡住啊。那么你减少六目，它增加三目，嗯，是吧？九目，所以白棋有一个绝对先手九目的官子装在兜里的，嗯，而且打劫什么地方打劫打毛了，需要劫财是这个，全部都是一个劫，是吧？两个劫。三个劫，三个劫，四个劫，哦、嗯，五个劫，再往下板，若干若干劫库，劫财三库吧，是是，是不是啊？他放在这儿不走，那么所以这地方刚才，嗯，您说，哎、徐林，你可以来做这个结论，这结论的方向就是黑棋这个度过价值究竟有多高？嗯，刚才我们看到，如果被先手吃掉，你才只有十二目棋，减到三目，您就剩九目了。对，不用那么具体的数字化啊，得出一个笼统的结论就是度过之后价值不高。不高，你看，而且我们看到白棋这儿多了一颗子、嗯，这个地方其实刚才说到，如果被黑棋跳完再压、嗯，再怎么说你的控是缩了，对、嗯，那这个地方其实远不止。对啊，关键这个控讨厌在哪儿，徐英？嗯，它第一个这个幅度啊不是很宽、嗯，不是我们看上去像这个长江一样哈、啊，浩浩荡荡。那种是你必须凿进来的、哎。它没有那么宽，但是再窄再窄，它是一二三。它相当于拆三、嗯、相当于拆三就等于我们围的是四路高边的空啊，最关键它可是立体的啊，立体的，嗯，但是更要命的一点是对这样的空啊，黑棋感到很烦的是你去破它，你对它没有伤害，你看你可以抬杠，你说我走这你能吃我吗？他是他说我根本不吃你，您请回吧，然后顺便就自然就进去了，对，所以呢它这个模样的结构啊、嗯、超出我们想象的是一种比较坚固的，嗯，不太具有可持续性发展，但是比较坚固，而且围上也是有成就感的，关键是你这个空不大。哎，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只能说就是我们对围棋的认识，嗯，和吴大师对围棋的认识它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不一样，而且人家是1952年的时候，他是不一样的啊，现在已经是2010年，吴先生还经常发表这些意见，是你很难认识到说这个棋，因为他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之后的这些图，对，其实他眼睛里边已经看到了。对，还有这个，我们再看看棋盘的上边、嗯，徐英刚才已经一眼就感受到了，就是上边哦，刚才就一打让他会，你看我这这么厚了，我当然要攻你，嗯、最初是这样想的，是、啊、是不是啊？是啊。结果一看让他连回去，因为他有一个整体的构思，吴先生有个整体的构思，他结果你发现算好了，对你发现你围的目数，啊、你围吧啊，还刚才又围了一个，对，将来被我先手打拔，对，你是一语中的啊，你立刻就说清楚了，这个他得。放在这儿，要放在这儿还被人搬啊！对。那么我们看到，就到这儿一共围的，将来冲这儿还是一只假眼。这个是真眼。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你围到这儿才十五。你很敢算，你很敢算，这两目你都算。我一想，都算成你的，都算成你的。还有，由于它是铁后，在一目小官子的时候，它、嗯、可能搬了不走。哦，有可能我要是劫财有利，我还都是我的。对。啊、哦。总而言之，算你狠，算你狠吧。
这个意思就是说黑棋远远比看上去那样要小。是，刚才这儿我算到这儿才十五目，你还得减去这儿又是三目棋。对，然后我这儿呢，这个打和我这手棋对这儿的影响，嗯嗯，如果再一减去的话更没目了。嗯嗯，哦，但是呢我都让你舒服，其实我占便宜。我们看看这个棋形啊，就在这样的时候，嗯，居然白棋没有去动这些脑筋。你看现在要想作战的这些朋友很容易想着这些，是不是啊？是。那么我绕过来要进攻你这个，这你看我们所认识的棋理是这儿后了，你这儿已经后了，是，嗯，这边都是我的人，嗯，虽然这个没度过，这个打不大。我相信啊，这盘棋我们请现在的有些高手来评，他会说这招棋不大，嗯，应该进攻。他简单这样一说，就像施先夏说的一样啊，嗯，叫做啊，一里深隐，这个没有升堂入室啊，所以这个只能望洋兴叹一样。他会这样说，你就这个不大，还是要进攻，还是要战斗。但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反过来在想哈，当你攻他的时候，如果一旦被对方把这一长，可是这个眼位不一样了，你的目数没有，嗯。对。另外，他将来如果这种地方变先手，这儿都变成先手，其实他背后有好多先手。对，他拐弯再拐弯，对，有一些东西。他并不是说很直接的啊，就这手棋只几目棋的问题。哎，对。嗯。哎，那么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你看这么宽的地方啊，年轻的吴清源是让对方去围，这个是藤泽库资助，当时他们我估计都是高手，因为他是唯一，他是日本棋界第一个九段啊，嗯，就藤泽库资助他是九段的时候，吴清源还好像八段都不是呢，嗯啊，作为他们来说，我相信啊受到的这个震撼的感觉，因为都是高手嘛，没错，但是在境界这方面你看，哎呦，这个棋能够这样下，而且呢真正像，所以后来他们确实是由衷的承认下不过吴清源，就当时啊，而且这个只有说像库之助这样的高手他才能够感受到，才能感受到高，哎，对，其他的人可能更多的像我们，这怎么回事，那怎么回事 啊，对，我们再品品这个位吧，嗯，这么宽的地方二四六拆六的地方，吴先生是在自己比较强的地方让你连上啊，如果这个拆六的地方呢要不花手术的或者在五路上能够围上，他的效率就高了，嗯，但他不过呢是在四路，而且最关键是我在上面吊的时候你还只能再接着硬，对，你看后来是吊嘛，你硬然后他又不走了哈，后来是下成这样。这盘棋呢以下呢就不给大家再展开了，嗯，以下不展开，我就只是说一下什么呢，后来啊这个彭斋先生也就是藤泽库之助啊就愤怒了，从这儿来投石问路，这个也是最好的方式了，嗯，就是纠缠着你啊，那么就这样的方式纠缠着你，然后要进来也很漂亮了，嗯，然后呢后来吴清源枪法一转就转到那儿去了，根本不搭理你，他太厚了，你想怎么样都，最后真的是黑棋在这儿吃掉了白棋三个子啊，哦，但那边已经是，只不过上边也没破，但是就整得非常难受，你刚才已经花了好几手了，嗯，把这儿的木想围上，对，这个当然了，以后有时间我们这盘棋可以啊给大家再重新回顾一下，因为我们啊现在看棋啊，这个徐英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我觉得确实有这个问题，就是徐英和我的痛苦在哪儿呢，其中之一就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些精彩的东西介绍给大家，就是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因为有的时候呢我就像王老师给大家举的这些案例啊，这些棋例哈，嗯，其实呢也都是只能是把自己的对这个东西的体会，嗯，但是有的时候呢就像当时的库之助哈，他也未必能够很好的去理解这个东西，嗯，我觉得王老师有的时候就即便我们今天说到这些问题，我们也未必能够把它特别特别精华的东西讲得差得远，很透很透，哎，差得远，讲得很明白，对，差得远，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再一想，哎呀，一言以蔽之，嗯，这种简单的方式也有它的好处，这招棋不行，然后就不说了，不扯了，就不行，就完了。确实也有它的好处，为什么呢？你说也说不清楚，嗯，你说也说不清楚。所以范希平平棋也是黑衣尖锋是，就是一个是字，是非的是。他肯定有他说不清的地儿了。那，老人家，而且他这个《桃花泉易谱》还在施湘夏这些义理指挥之后写的。嗯，他还看了施湘夏的东西，然后因为他年龄比施湘夏大半岁，大一点点，资历要长一点，就是有很多资料可以让他去借鉴，说起来，对，施湘夏对他也很尊敬，两个人也是好朋友，嗯，也是老乡嘛，嗯，但是呢他也明明知道是不是多说一点，后来也没有办法说的太多，你看吴大师给我们讲棋也是这样，常常就是这招棋要下这儿，因为接下来呢将来我们有机会跟大家继续聊的时候啊，有好多好多这样一个片段，一招棋两招棋它背后的韵味是无穷，但是吴先生并没有说，
确实要靠我们去领悟。其实我觉得解读啊也是一种味道，比如说就像现在很多的这个什么历史学家呀，一些大师啊，去解读某一段历史，对，从他的角度去理解当时是怎么回事，因为毕竟不是前人说的。所以这个就有意思，文化就是这样。你看，对，徐云他有这么一个例子啊，前一段时间我听中央台这个百家讲坛，其中有一位教授叫曾仕强，他有一个说法，我一看，哎呦，茅塞顿开，反正就挺受启发的，叫什么呢？他读这个《论语》啊，读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啊，这徐英你应该听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过去我从小就知道这句话，那么照字面意义的理解，而且字面意义理解完了之后呢，他这个意思也是贯通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我早晨知道了真理，晚上我就死。都值了，是不是？关键我得明白啊。对，朝闻道，夕死可以吗？就怕稀里糊涂，什么都没弄明白，就已经那个了。很壮烈嘛。对对对。结果呢？这位曾仕强教授啊，他读完之后，他说我感到这不一定要这样理解啊。孔夫子难道就是这个意思吗？他说为什么不是？你早晨知道了新的东西，知道了真理，就把昨天晚上和以前知道的不正确的，但是已经成为你思维定式的这些东西，立刻就抛弃掉了。嗯，朝闻道，夕死可矣，他是这样理解的。那么我一听，我第一个让我感动的是呢，是他敢想，真敢想啊哈。第二一个呢，我就发现是什么呢？哎，这一点我有体会，我们的棋友观众朋友大家一定有体会，就是当我和您，我们产生一个固定的观点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固定的观点要改变一点点。修正一点点，好难啊，千难万难，是千难万难，是不是？所以说这与时俱进啊挺不容易的。所以对啊，你就是知道人家说的对，只要毛主席教的我们，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要做到这个姿态啊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平时您知道我们经常是坚持错误啊，当然，而且如果就是说你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做的错误的地方，人家要给你提出来啊，你第一反应就是排斥，没有几个人说啊，您说的对，我得虚心接受。所谓闻过则喜，对，那个是书上的。而且有的时候你可能慢慢自个儿回家想去，但当时你可能嘴硬，你就偏偏不承认。还有你的啊，我这个就调侃开玩笑了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啊什么的，直接管你的人，他指责你什么不对的事你敢顶吗？如果没有特殊理由，他没有侮辱到你的人格的时候，你会顶吗？我怕他整我。你肯定，哦，对对对，虽然心里很不服，是不是、啊对？所以我就说，人要改变自己一点点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你如果这个人也是有思想的，有见解的，这个知识啊，徐英，知识是什么呢？我觉得人家解释的好啊，我们不琢磨也是看不透知识，知识分子是不是、啊？知是你读书。识是你的见解啊，所以知识组合在一起啊，和知识本身这个词给我们的印象是不一样的。没错。啊、嗯，知仅仅是读。有自己的。那么什么更重要呢？都很重要。识更重要。见解。识更重要，是不是啊？那么、凡是这样的人，他都是自己固执己见的。没错，光知我看书上，比如说我看了啊，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或者这个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您到现实当中，您不会活学活用，您不会用，那也不行，其实是没用的，都不行、就跟咱这个棋盘上似的，我知道啊，这定式是这样的，那个谁谁谁某某某棋是这样下的，可是您根本就不知道它背后是怎么样的，真正的道理是什么。所以知识和文化它是这样循，而且我还想说，因为事实上呢，在有些范围之内，好像对我们这个围棋工作者啊，有些棋友也有些偏见啊，他们就抱定一点，你们从小学棋，你们就没读过书，他就抱定这一点。可是我想呢，跟这些棋友交流一下，他不知道，就是文化。王老师，这是曾外公是吗？啊，举人啊，曾祖。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知识和文化，它是有点不同的两个概念。换句话说呢，也许我们因为下棋，全副身心投入到围棋上，我们没有读那么多书，也有可能啊，没有读那么多教科书啊。这个也许，但是我想给大家报告，斗胆报告，我觉得我们是有文化的，我们可以知识欠缺，但是我们有文化。其实下围棋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喜欢围棋的大家也都能够从围棋当中去感受到，因为文化跟知识是不太一样的。对对对，不太一样。换句话说，也有这种情况，很多人读了很多书，他有很多知识，有很多知，说不定也有些识，但是他不见得很有文化，常常干出没文化的事儿来。你同不同意？同意，是不是啊？我们的棋友大家同不同意？
对，也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你王源下了那么多年棋，你不见得懂围棋。没错，您一说啊，我觉得突然想起来，就是有一天我看到一本杂志，是一本时尚杂志哈，它上面呢就是这个总编哈，他写了一个故事，说他们办公室的一个做时尚编辑的一个小女孩哈，对，她呢去她男朋友办公室，是一个外企，然后呢她就说的，哎呀，一出来就跟她男朋友说。你们这还外企呢，我觉得你们这儿的女员工怎么那么没素质啊，是吗？说为什么没素质啊，你看他们穿着裙子，但是穿着这个低腰的这个袜子，按道理穿裙子不是一般来说要穿要么你不穿了，要么你要穿，是吗？就是这个我不懂，连裤袜要整体的连起来的，而不要穿短袜子，这是可能从礼仪上哈。但是呢她男朋友说你真没素质哦。后来呢他们就开玩笑说，哦，其实呢这个没礼仪并不等于说你懂礼仪并不一定你有素质啊，对对，但是所以你一说我突然猛地就会想到这一点，是我们因为你比如说在北京日常生活这么多年了嘛，大家挂在口头上，朋友之间开玩笑也会说你没文化，没文化啊，真没文化，大家哈哈一笑都是这样的嘛。刚才我说也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呢它文化跟这个书本知识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但是徐英说完全不一样呢又绝对一点，它是沾边的，就看从哪个角度去说了。对，那么我就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下围棋的从事围棋工作的都基本是有文化的哈。对对，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嘛，包括我们这个节目要聊这些内容哈。尤其是吴清源大师这些棋你要领悟他这些东西，要不然你张口就说吴清源跟现在李世石下谁能赢啊，哎呦你这个说的我就很无语，等于你有知识不见得有文化。孔夫子现在来高考考得上吗？我觉得他考不上，考不上，很正常，他对现在的这些东西他不了解呀，数理化对呀，政治英语他考得上吗？你说这我倒想起来过去啊，这个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给大家再讲一个，这个就是过去我在国家少年队不是当这个助理教练嘛，他定位是助理教练啊，那么就管这些事情，那么是1986年的时候，当时给他们上课，那是国少队刚刚成立的那一年，刚刚成立，对，我带呢就不到两年嘛，但是有好多孩子这个记忆是很深刻的，很难忘。总之现在中国的顶尖高手那时候都在这个不，但是更小的不行更小的不对啊，就是比如说长浩啊，对对对，伟刚啊，哎，对对对，他们得批刘金啊，喜和，对对对，对，嗯。那么我记得就是这样哈，也挺有意思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讲完呢就算我们这次节目的结束哈，更多的余味呢我们就且听下回分解。那么这个小故事是什么呢，当时在课堂上就给他们，不是我们的教室徐英你是记得的，就像一般中学教室一样，这边墙壁是一大块黑板，是我那时候是其中一员，对，没错，黑板，你就要做这个文化课的教室是非常合适的。然后黑板旁边放了一个电视机，大家可以看着电影，唐老鸭、米老鼠这些可以看一点电视。然后呢，我们就棋盘，我们的棋盘不用摆架子，直接杵在那个黑板上。对对对，直接架那儿。所以呢，有的时候讲课，有的时候我就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黑板上板书呢，为什么我能写呢，就是写的不好啊，但为什么能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拿着粉笔啊在黑板上写啊，就是因为那会儿上初中的时候，当时在班上啊就是班委，就学习委员，那么有的时候上课放学了大家都回家了，我还得写黑板报啊，我还得写黑板报，从初一开始。好，那么有的时候写性之所至写，有一次我就给孩子们上围棋课，我就写了这么8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就写了这几个字。古训啊！那会儿我也很年轻哈，但是就给大家讲课的时候，除了围棋课也讲到这些。您因为什么就一下子感慨说要给大家写这么一个呢？因为第一个嘛，这个是一个人生的道理。第二个呢，我学这些东西啊，我并不是懂得很多啊，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托福，托什么福呢？批林批孔。当时批林批孔啊，就把孔夫子的好多语言拿出来，就是批啊，比方说这个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这一类的，包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批这些，所以我就一听很舒服，就学会了哈。但是后来有一个细节，就是过了一天，因为黑板也没擦，写完了也没擦，就有人在下边有反馈了，有反馈了，写了3个字，一个问号，就是至于吗？哦，至于吗？打一个问号。那么谁写的呢？我知道，
我知道是谁，就是我们成年队员当中啊，他的一种心态。哦，是我知道是谁，但是他就是他来，因为看电视一看，说你王源给小孩上课怎么讲这些啊？我估计他也不见得懂，但是呢，他就有意见，因为当时我教少年队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故事还有感受啊。慢慢我们慢慢聊，没事，慢慢聊。好，慢慢聊，今天不聊了，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对，因为少年队当初呢，确实有太多的故事，一个是王老师您可能亲身经历的故事，一个是我们当时经历的看到的，包括我们现在著名的这些骑手们。世界冠军们，其实他们当年在少年队啊，那故事一箩一筐的，该停止了。是的，那么确实呢，这个故事呢，非常的有意思。如果大家呢感兴趣，咱们可以慢慢的给大家介绍。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又听了很多精彩的故事，特别是王老师。与您家族沾边的这些故事呢，我觉得我们听了也很好的。吴清源老先生的故事，在棋盘上，也许我们对他呢有了更进一步的、另外的角度的一个了解。我不知道各位棋友是不是也有同感哈？那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在这儿呢能够和各位呢就一起来探讨这些话题。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耐心的这个听我们在这儿聊吧。对，好，我们希望呢下期同一时间再和各位约会。